来了来了，你们要的绿豆饼终于来了。前两天那个链接被你们给拍光了，你们也太厉害了。嗯，薄皮大馅绿豆饼，你们都给我发私信问我怎么拍不了了，那个链接库存都被你们给拍没了，然后厂家又重新给我做了一个，快去拍吧。嗯，皮特别特别薄啊，然后给你们发三盒，一盒里边是十个啊。嗯，薄皮大馅，皮特别特别软和啊，是纯绿小豆做的，特别好吃。前两天有一个宝贝给我评论说，彤彤你要一直卖这个。真是太好吃了，这个不是特别甜的啊，不是齁甜齁甜的，现做现发啊，然后即日发货。嗯，他们馅多了，都溢出来了，馅特别特别大，这皮儿有奶香味儿，看大馅儿，真好吃。好吃。